好，现在是收获的时候又到了。这条不是很大。之前我有跟大家说过，这个黑鱼它咬钩的话是整个吞下去的，所以我们这个钩的话，取这个钩的话不是很好取。我们看一下，满口的牙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工具。这钩子拿出来，这条鱼也是，它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之前用的小青蛙钓，网友们说我太残忍了。现在我是专门买这种虾子来钓。现在有保护的生态啊。把这么穿好，等它这根线到了这个槽里面以后，就证明是有那个鱼咬钩了。